我说无意，大家一起去死吧！不能啊，不能按呐！再不松开，我弄死你！你息怒啊！咱们还有一线生机，不然咱们就死定了。嗯，我不想死。嗯，废物，在帝国的利益面前，都去死吧！嗯。对，控制中心，核弹控制器怎么？我是联合舰队指挥中心西国特使，现在通知你，西国已经收回你对核弹的控制权。霍尔街财团集团总统联合怎么可能对华夏撤军，并发国书，愿昭告国际社会，向龙电及华夏民众赔礼道歉，与华夏重新修好。私人券上换一句，立刻撤军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，你没有任何资格跟我相提并论。你们扶桑总是爱赌上国运，而我从不打。无准备之仗。